好，接下来的话讲的是那个苦集灭道，所以讲的是灭谛的内容。那灭谛其实是一种现代的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这样一个内容。在四圣谛当中，其实我们几乎可以说，佛法讲的就是四圣谛。无论是大小乘，无论是显密，其实都在讲四圣谛这个内容。这样，但是问题是说，苦谛跟集谛在下部中其实是讲的，几乎是可以说是蛮圆满的。对，但是灭谛跟道谛的话，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变成像大乘的典籍，甚至是密续的典籍，都要透过这些来认识灭谛跟道谛，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比较 圆满地认识到灭谛跟道谛。总之，我们常常会讲到灭谛。对，那讲灭谛的事项的时候，也会谈到它是什么。灭尽妙理这样。对，会谈到它是灭尽妙理，所以变成第一个灭，讲的就是灭除烦恼；尽指的也是尽除了，所以灭跟尽其实基本上是蛮雷同的两个内容，灭跟尽掉。那灭的是灭跟尽的是那个了，苦谛跟集谛。对，所以会谈到灭除苦谛跟集谛。那事实上，这个跟刚才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了。我们在世间的领域都非常的清楚，要研究出某一种新的药的话，对啊，可能先会出现一种新的疾病，那接着的话就是研发新的药品，最后才会研发出来。对，跟这个一样了，就变成先要认识病症。如果没有办法认识病症的话，其实就完全没有办法配置出它的对治措施，也就是说药品。那没有这些药品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的疗愈嘛。对，跟这个一样，所以其实是没有苦谛跟集谛。这些内容方面的认知以及体会、修辞，这样的话是很难以想象所谓的灭除。但问题是说，像今天感冒，对，我也知道有感冒药，那要服用蛮多次什么之类的。那根据这些配方好好的吃下去，我也知道是可以治疗的，跟这个一样。所以变成事实上要认识苦谛跟集谛，从而才会认识灭谛，甚至是可以获得灭谛这样。但是问题是说，毕竟它是一种比较，该怎么讲？从生活上面来讲，或者是说从我们一般来讲的那个灭谛的话，就是比方说感冒，对啊，感冒好了就是一种灭。对，当然它不是佛教讲的那个灭谛，但问题是说，跟这个非常非常雷同的一种灭，对，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说，三世道都有它的灭谛，这样，对，所以佛果菩提那个时候会得到法身，那法身里头的话也会得到智慧方面的法身，以及就是怎么讲，自信方面的法身，那个是最究竟的一个法身。那种法身其实就是最究竟的一个灭谛，对。可是我们讲那个四圣谛的时候的苦集灭道的时候，不会扯到那么远，但是那个是完全符合灭谛标准的这样一个灭谛，对。那三圣的见到以下是没有真正的灭谛了，可是问题是说，那种例子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到的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内外的很多很多问题嘛，只要解决了它，彻底的解决了它，
对，没有那些问题的那种状态，就叫做灭地降。对，所以简单讲来的话，或者是说比较标准一点的讲的话，就变成我们佛教都会讲到一个空性，这样会说诸法都是空性。对，那诸法空性这个领域当中，包括心，我们的内心也是空性空的本质。对，那这个空性修炼下去的话，获得见到位的时候，其实它就会转变成灭谛。那灭谛也有很多的层次，所以变成一步一步的灭除分别烦恼，接着灭除俱生烦恼。俱生烦恼也是从初品到细品，把最细微的也都灭掉。那完全灭除烦恼的时候，其实就叫做涅槃了。对，所以涅槃，也就是说，涅槃是属于灭谛的一部分。那灭谛其实是属于空性的一部分，对，他们都在我们内心当中讲。对，那外在的这些诸法虽然都跟性空同体，可是这些不可能演变成任何的灭谛，类似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变成认识灭谛，就是先透过。像刚刚讲的吧，灭尽妙离讲，对，所以灭除掉烦恼障，不是了，就是说灭除掉苦谛跟集谛，对，这个就叫做灭跟尽。妙离，妙就是善妙的妙了，对，那这个就是针对轮回而言，轮回的话就是说生老病死，特别是像人类。对，各种苦都免不了，所以它完全谈不上任何的妙。对，那针对这个来说，涅槃就是一种非常妙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妙指的其实就是说好、吉祥，类似这样一个层面，也是针对三界而言。所以获得灭谛、获得涅槃的时候，它就带来了远离这些烦恼以及烦恼之过的这一些内容，所以就叫做妙。而这个妙，并不会再回复，就这个内容就谈到了那个离，离就是永离的意思了。对，我们今天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解决了，可是下次会不会遇到？就是明天过后，我们还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像今天我们什么的问题都没有，非常 OK 的感觉。那明天之后我们会遇到问题吗？会嘛，对不对？就不仅会遇到问题，而且会遇到，比方说一个特别特例好了，就是变成这样生病。明天之后我们会生病吗？应该还是会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会遇到这些了。所以我们在三界轮回当中，有时候是可以避开一些烦恼，或者说一些苦。对任何的苦，我们想尽办法避开，或者是说它自然的还灭掉，等等等等，其实是可以的了。只不过永远的，就是处理吧，就是永远的不让它再回到自己的身心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只要身在轮回，生老病死就是一直轮转这样。对啊，有福气的一个人，或许终生没有生过病。对啊，可是下一辈子呢，下下辈子呢，其实是免不了的了。对啊，所以离指的是永离了。对，永离三界的所有问题的这样一个成果，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妙。而这样一个怎么讲，就是说非常妙的这样一个果的话，就是要有。灭跟尽来达成，对，那总之就是变成要修行空性，修行空性道的话，才能够灭得掉苦谛跟集谛，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永离轮回，讲的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但是因为是讲那个灭谛的这个范畴了，所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灭谛这样。对，像我们很多时候，一个怎么讲，算数算得不好的一个人好了，常常会算错嘛，对不对？他做生意也好，他去买东西也好，可能常常都会算错，或者是说比较不会算数的一个人。对，问题是说这方面训练得非常成功的话，那就比较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当然，就是说，因为不小心啊，什么什么的会遇到问题。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像有时候在一些地方会遇到一些老人家，对，他可能拿了，我自己遇到过这种人了，就变成拿着100块到商店里头去买。对啊，首先他就很紧张了，这个是真的吗？这么贵吗？哦，怎么可以嘞？人家那边不是那个样子。对，讲半天。总之他要买的了，对啊，买一些东西之后又怕人家没有好的算给他，所以就等在那边，对啊，就会变成遇到人就会说，你看我买了这个，对，我是拿100块给他的，他怎么讲找了我这些，那有没有对这样？对，那。人家帮他算了之后，当然就会说：“哦，没骗你，是对的了，OK，你就放心回去吧。”可是因为他自己不懂啊，所以还是安不下心，等着第二个人。对，同样的过程，等第三个人，同样的过程。那这样之后，当然就只能够稍微放心了。对，可是问题是说，彻底没有疑惑吗？不是了，心里头还是不安的，还是。不肯定这样，对。可是自己如果学会了那些算钱这件事情，对啊，就人家好像一把给你，你就这样稍微摊开来，好像就知道了。对啊，就非常是跟怎么讲？对啊，十文九什么？反正就是非常的。稳稳的这样，对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常常我们会说，我们是因为执着而带来了一切的贪嗔、我慢等等等等的烦恼，从而让我们就是有很多的烦恼这样，对，所以全部都其实根本上来谈是持有执着，那从。直接面来讲的话，就有贪嗔痴啊等等等等这些内容了。对，问题是说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如果是错误的想法的话，要正确的想法是什么？对，你去学习，透过学习从而掌握，掌握了这个正确的想法之后，对啊，你要错都很难。这样可以吗？对，因为算钱的时候，你不会算的话，或许会算成1+1=5，1+1=8，1+1=4，什么都有可能嘛，对不对？那个可能性是无边的了。对，可是问题是你算对的时候，永远是1+1=2了，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对，所以变成就是说，正见指的就是说中庸的一个正见，产生了正见之后，那个邪见就挡住了。没有产生正见的话，那个邪见就挡不住，邪见就会进来。对，所以变成我们在一堆烦恼障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内心铺满了那个烦恼障，所以杂七杂八的毛病也就层出不穷，没完没了这样。可是问题是说，阿罗汉为什么就能够灭寂妙离，也就是永离这样？因为他的那个空正见不会退失的了，无论如何，他的那个正见都不会退失。对，既然正见不会退失的话，烦恼就不会生长。既然烦恼不会生长的话，那由烦恼带来的那个苦谛也就不会再来了。对，所以苦谛不会
在产生在他身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极地，没有极地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灭地。那个灭地能够稳固的这样下去的原因，其实就是说空正见不会再削弱了。我们的话就是载浮载沉，反正就是说起起落落，什么都有。对，可是问题是说，透过资粮加行等等的道，获得阿罗汉的结果，这样的一个时候，其实那个空正见已经是非常坚固坚稳的了。对，所以那个涅槃也就再也不会有，怎么讲消失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不是了，我们虽然一加一等于二，学的是滚瓜烂熟，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是会有什么失忆症啦、什么之类的毛病发生。对，就算不发生这些问题，下一辈子，对啊，也会全部忘光。对，所以都是在一种不稳定的一种状态下，一部非常不稳定的电脑，所以希望它的作业系统要稳固，那个是办不到这样。那阿罗汉的话，他会有他非常坚强的这样一个底子在里边，所以后面的这些问题也都不会出来这样。所以灭地是看不到的一个东西了，它是很长的。总之就是无烦恼就是灭地。对，那无烦恼是无影无踪，它没有任何的形状。但是烦恼有没有这样？如果有烦恼的话，烦恼可不可以灭掉？可以灭掉的原因就是说它是错误的看法，可以纠正这样。对，那一旦纠正过来，甚至让就是正确的观念植入自己的内心的话，那个涅槃就会稳固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总之这些灭地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像唯识宗甚至是后来的密续典籍里头非常着重以及非常努力阐述的一些内容。对啊，所以这方面的很多很多思考，很多细节的思考等等等等，而且它也跟苦地跟极地到底都离不开。对，要谈到它的时候，其实都要把其他的三项内容也要扯进来，谈其他三项内容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放下去，这样互相怎么讲对应学习，这样总之变成涅槃极境这样一个内容，其实我们想法当中，可以说我们想法当中完全没有涅槃极境这样一个概念。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概念的话，那一样了，就变成可以说是没有佛陀的教法的概念，因为四法印就不存在了，大概会是这样一个状态。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非常的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服务非常非常多的众生，非常多的朋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研究会，谢谢大家，阿弥陀佛。